进三馆医院的陈俊安，我今年18岁，双子座 A 型，我还单身。我来自彰化很美，一个非常淳朴的小镇，在那边没有东西可以玩，但是你们可以去彰化市区玩，那边有非常多的古迹和小吃，还有非常便宜的电影院。我的兴趣是做菜，在礼拜二我们有烘焙课，所以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我们，记得找我们，记得大声喊我们，我要吃吃，你们可能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哦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又廷，我今年18岁，那我来自于屏东恒春，阳光、海洋、落山风是我们家乡的代名词。那我的兴趣有看书、听音乐、骑单车、冲浪。那闲暇无事的时候，都会在家帮忙种一些果树，然后整理房间等等。如果大家去恒春玩的话，可以找我，谢谢。Next one。名字叫林文山，我今年19岁，来自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，有马来人、印度人，还有华人，还有其他的原住民。马来西亚有很多好吃的美食和好玩的地方。如果大家来马来西亚的话，可以找我，我会带你们去玩。然后我教大家一句马来语 ：Saya cinta kamu， 就是我爱你的意思。跟喜欢的人告白吧。大家好，我叫杨承彦，我来自桃园县繁荣南崁的小镇。我是原住民，我是阿美族人。我的阿美族名字叫扫骂，扫骂意思是飞鼠，因为飞鼠可以在树上飞来飞去，跳来跳去，非常的有活力。然后在这里可以教各位一句原住民你好的意思，就是哪哀吼，哪哀吼。另外，我的兴趣是弹吉他，那就开始喽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志鹏，我来自我今年19岁，我来自台中的一个小村落，它叫东势，那边的话盛产是水泥。然后我带着憧憬来到高雄菜里大学，可是我来之后发现，浪费了很多时间在没有意义的课程上面。对，就是那个老师上了那门课，上了传播学，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。我觉得它是唯一有意义的课程。谢谢大家。